化县政府十号地彰化县立图书馆举办2018年彰化县性别平等系列的活动。我们真的很棒，性别影展彰化场以轻松生活化的方式，宣传性别平等的概念和意识，共同创造下咱在地顺应时代潮流的性别优先环境。这是一个教育，这是一个学习，让民众认识性别的重要，而且怎么去尊重不同性别的他的生活，他的不同的想法。我想很高兴今天整个活动，我们活动整个现场是爆满的，而且社区民众很关心这个议题。我想我们就已经成功的踏出第一步。彰化县尤其魏县长非常重视我们的性别教育，我们的各项的福利。我想我们会在这一块继续的努力，让我们整个彰化县的福利，我们的性别的意识会更提升，会更进步。十号这场放映的是日常对话影片，探讨母女关系、家庭、同性恋、家暴、传统价值观和传统文化等等的议题，希望透过影片欣赏，带予民众多元性别的视野，破除性别刻板的印象，和觉察性别事件，营造性别友善的社会。公益频道市社昌彰化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